三色豆圆还有红豆薏仁等配料，再放上各种美味的芋圆、番薯圆，还有碎冰以及主角大芋泥球，这碗芋泥综合冻就完成了。这是店家创新推出的超人气商品，以传统古早味搭配时下年轻人最爱的冰品组合，不仅清凉美味，又有饱足感。首先是芋泥综合冻，那芋泥综合冻是我们就是算蛮前阵子出的一个产品这样子。那这也是说，其实还蛮多人喜欢吃芋泥这种东西的。那其实我们的冻圆就是里面也有芋圆、番薯圆，然后还有红豆薏仁。那我们就是里面还有珍珠，那后面我就加一颗芋泥。其实大家觉得说，你就是有那种饱足感，而且其实还蛮清凉的这样子。这家在地老店从早期第一代业者经营的时候就很受到乡亲欢迎，现在传承到第二代，以改良式冰品结合日式风味呈现，老少咸宜，就连潮州镇长周品全也爱来且大力推荐。其实我来讲，在我们的时代农业时代的时候，咱盖者那些农忙后的一些那个小点心拢底下呈现出来，但是我们年轻人他们投入很多新的创意投入在里面，融合在里面，所以它是老少咸宜的一些那个饭后的甜点也好，然后一些点心类，欢迎我们大家都来品尝。因为现在日本其实也就是蛮多人喜欢这种风格的，那本身我们的甜点啊，就是也都就是有想说，可以参考一下日本的一些甜食啊，或是说一些饮食，那发现说其实这种方式还蛮多年轻人喜欢的，那包含就是说结合以前的豆花店的那种就是一些产品，然后再包含一些新的一些产品之后，发现其实老年人然后年轻人还有小孩其实都还蛮喜欢我们的东西这样子。业者期盼让甜品不要只是局限在某个年龄层，而是大人小孩甚至老人家都喜爱的甜点，未来期盼能塑造在地特色，让大众想到潮州的甜点店就能想到这里。记者卜怡婷、杨正义采访报道。